掀开经本，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，第四品，从品题上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，经里面所说的这些事，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世界。佛经里面称为南浮提洲，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。佛告诉我们，佛法的修学以经为主，这是四义里面教导我们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这是永恒不变的原则。因为我们看到古德了有一些注解，注的似乎与现代这个科学里面所观察到的不相应。这种情形我们存疑可以，不可以说这个现代科学所讲的是正确的，而佛经所说的是迷信。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观察呢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许许多多的境界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。我们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，祖师大德没入这个境界，所说的呢不一定完全相应，我们可以拿来做参考，也不必去否定它，反正有此一说就好。因为诸位如果看这个注解里面呢，譬如他讲这个长阿含说里面这个月亮为什么有影子，这个影子是阎浮提的树影，这个现在这个接受科学教育的人呢是绝对会否认的，像这些地方我们不必争论。如果不能够彻底明了，存疑就可以了。请看经文，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称如来威神力故，遍百千万亿世界，分世身显，救拔一切业报众生。若非如来大慈力故，即不能做如是变化。这个佛菩萨度众生呢，所谓是方便有多门，归云无二路啊。这是圆满智慧，高度的技巧所表现出来的，有许许多多设施，不是我们凡夫心思这个观念所能够达到的，所能够理解的。凡事决定不能看眼前，眼前是手段的，一定要看目的。如果目的是纯正的，手段非法也是纯正的，这是高明的。
如果目的是邪恶的，手段再善都是邪恶的。啊，这个如同过去父母、老师教导子弟一样。啊，有时候骂他，有时候打他，有时候痛责备他，但是那个意思是善的。都是往他向好处去学，后来的结果是好的。如果天天溺爱，一切都随顺着这个子弟的心，啊，娇生惯养，到长大的时候作奸犯科，那这个父母师长啊，那是错误的呀。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手段手腕呢，那就更高明啊，更特别了。啊，我们在华严经上所看到的，啊，像圣热婆罗门、甘露火王，啊，法索弥多女用贪嗔痴这个手段，啊，好像完全是背道而驰，可是到最后看他的结果呢？都得清凉自在，都能够啊远离贪嗔痴，证得自信的圆满功德啊，所以它是属于善巧方便的。那么在《地藏经》上，我们也看到这个现象啊，比这个《华严经》呢，这三位菩萨表演的还要殊胜啊。都是用地狱这个恶毒的这些鬼王，那鬼王啊都是菩萨化身啊，不是真的鬼王啊。真的鬼王怎么能够参加忉利天宫释迦牟尼佛的法会呢？我们人道比鬼道还高一层呢，高多了，人都不能参加世尊的法会啊，怎么鬼畜生能参加呢？啊，这个里面这个鬼王里头有示现的畜生身的，都是大菩萨，都是地藏菩萨一类人物啊。换一句话说，通通都是地藏菩萨。我们今天能够理解佛的教导，真正能够发心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，也发大心，啊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我们自己也就入了地藏菩萨的俱乐部了，也是地藏菩萨一流人物了。啊，地狱是表什么呢？苦难的，世间所有苦难众生，他们还没有脱苦，还没有能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，菩萨愿意留在世间永远教化众生，不成佛道。啊，其实那个不成佛道是形式，不是真的。真的地藏菩萨久远劫早就成佛，他的学生成佛都那么多了，那老师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？不居佛位。啊，佛好像是校长啊，他不当校长，永远当教员。学生已经做校长了，老师还在这个学校当教员，就是这么个意思啊！我们一定要懂得。那么地藏菩萨对佛，这是表演给我们看，虽然是佛的老师，佛是他的学生，但是今天呢，老师是菩萨地位，学生是佛的地位，一定要表示尊师重道。
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啊。任何场合当中，我们常常记住给众生做一个好榜样。现在社会大众，几个人知道孝顺父母，几个人知道尊重师长啊，师是老师，长是长辈也。我们要提倡啊，我们不做等谁去做呢？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老法师到这边来访问，或者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拜访其他的这个老法师，我们要明了啊，他的年龄比我们大，他出家的时间比我们久，戒拿比我们高，在坐席上一定要请他坐上座啊，我们虽然是客人，是他的上宾，我们也要把这个上位呀让给他啊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尊师重道啊，千万不要人家一让你，你就端端正正坐在这上面，是可以，不是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你今天是客人啊，你今天是主客，是应当的啊。但是我们请他的，请他这个上座的时候呢，对于教化众生呢，更为有利呀。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念念为佛法，念念为众生想，这个就对了啊。现在一切众生举世之人，大多数贪嗔痴慢与日俱增啊，三毒增上，就带来啊举世的灾难。灾难从哪里化解起呢？从人心呢。啊，地藏菩萨在此地不就是给我们做示范吗？啊，今天忉利天宫这一会，忉利天主是主人呢，释迦牟尼佛、地藏菩萨都是嘉宾啊。佛称赞菩萨，菩萨恭敬世尊，彼此恭敬呢。为什么呢？为一切众生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懂，精神形象我们都要学习啊。菩萨白佛言，这个白是下对上啊，敬字啊，你看说话多谦虚多恭敬啊，说魔臣佛如来威神力故，不说他自己有能力啊！啊，我今天有这个能力啊，在无量无边世界里面分身度化一切众生，两丈佛力加持啊！啊，其实他不仗佛力加持，他自己也办得到啊。谦虚的话了，恭敬的话了，给我们后学做榜样，我们有能力做到，
也深深感激大众力量的加持。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一个法会，无论这个法会大小，要靠大众力量啊！台前台后的，道场里面跟道场外面的这社会大众，他们出钱出力，善意的赞扬，都是神力加持啊！那菩萨明了，所以有一个真诚感恩之心啊，凡夫迷惑不知道啊。佛虽然教导我们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觉悟啊。你看从早到晚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我们回向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这两句话念得口熟了，意思懂不懂呢？真的不懂啊。你要真懂了，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，护持的人有恩德，赞叹的人有恩德，供养的人有恩德，再跟诸位说，毁谤的人有恩德，破坏的人有恩德，陷害的人还是有功德。那么这些倒行逆施的，他的功德在哪里？他的功德叫我们反省啊，叫我们警觉啊。菩萨教化众生，一个从正面，一个从负面啊，正面劝善啊，负面帮助你警觉，帮助你断恶啊，让你看到恶的这一面，你想到这个不好，那我应该要把恶的因断掉啊，视线种种恶的果报来提醒你，让你觉悟啊。没有这些逆缘逆增上缘，人就迷惑在顺境当中，不知道觉悟啊。所以往往一个逆境来了，人一下觉悟了，一下就回头了，哪里不是恩德呢？那么地藏经里面这一类的事情非常非常之多啊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。就把一切业报众生啊，造业受报啊，这些苦难的众生啊，特别是指地狱，地狱里头造作的罪业极重，受的苦极深啊，地藏菩萨以大愿力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；应以什么方法教化，他就用什么方法。极其善巧方便的啊，幕后说，如果不施如来大慈力的加持，皆不能做如是变化。
啊，那么这些用意、做法，啊，在我们佛家里面讲行法了，啊，修行的方法，都是提醒我们，都是在此地苦口婆心、示现教导我们。请看下面经文，这个底下这句经文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今又蒙佛咐嘱啊，至阿耶多成佛以来，六道众生千令度脱。佛在前面把入灭之后这一段时间很长，我们在前面都过了，度化苦难众生的事情，付托给地藏菩萨，以及与会的一切诸大菩萨，以地藏菩萨为主啊。这个地方几句话是菩萨承担的啊，世尊的嘱咐啊，他依教奉行啊，他承担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佛不在世，谁代理佛呢？地藏菩萨代理佛啊，一直等底下一尊佛出世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，就能够在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见到的啊，地藏菩萨的化身呢，是净虚空变法界。哪个世界要没有佛出世，代表佛的都是地藏菩萨啊，不仅仅他是世尊灭度啊，这个弥勒菩萨、弥勒佛没有出现之前，他代理呀、啊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，前一尊佛灭度了，后一尊佛还没有出世的，这个当中，代理佛度化众生，通通是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值得人尊敬啊。啊，地藏的宏愿，诸佛如来不能不赞叹，不能不佩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度的众生是最难度的，佛所度的众生呢，那众生差不多都跟熟了，佛出现了度啊，根性没熟啊，依旧在造作一切罪业，极难度的众生，地藏菩萨就度。啊，所以这部经呢，我们要细读，要深思，深解意趣啊，然后才知道这个经在一切经典里面也是属于根本法轮啊，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，阎浮提众生来讲啊，这是我们修学的基本法了。明白这个道理，确实能灭一切罪，能修一切善啊。为什么呢？你真正明了，真妄邪正是非善恶，你真正通达明了了这个不容易啊，没有高度的智慧
做不到。啊，后面这一句呢更好了，为然世尊愿不有虑，是安慰世尊，啊，请你老人家不要顾虑。啊，这个末法灭法这么长时间之内最苦的众生，菩萨一肩承担啊，啊，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任务使命啊，他担负起来。请看经文：二是佛告地藏菩萨，一切众生未解脱者，性舍无定，恶习皆业，善习皆苦，为善为恶，住境而生，轮转无道，暂无休息，动静成劫，迷惑障难啊。这是世尊告诉地藏菩萨，我们一般习惯上说为地藏菩萨开示啊，实在说呢，菩萨在此地代表我们大众，世尊为菩萨开示，实际上就是为我们开示啊，我们现前是在一个什么样状态之下，佛在此地都给我们说出来了，我们自己说不出来啊。自己迷惑颠倒啊，佛清楚，佛明了，提醒我们啊，一切众生未解脱者，解脱两个字我们要懂得，解是对烦恼讲的，烦恼没有解除啊，现在的术语叫解放啊，烦恼没解放啊。脱是对生死讲的，六道轮回讲的，你没有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。那么这八个字就是指六道里面的众生啊，单说一切众生，那六道之外的四圣法界也是众生啊，也属于有情众生，但是加一个未解脱者，专指六道众生啊。六道众生是什么个状况呢？性识无定，性是心性，识是分别之处，不定，变化太大了，前念才灭，后念又生，不一定相续啊，常常啊会改变主意啊，这个叫摄性无定啊。不要说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我们的主意拿不定，
对自己也拿不定啊。早晨想的事情，晚上就要改变了，就变卦了。这是事实啊。所有一切意念当中，佛给我们归纳叫三大类也：善、恶、无忌。这个三大类也，善恶造业，无忌是无明啊，也不是好事情。啊，那么我们懂的是无忌也造业。无忌造的是什么业呢？糊涂业。无明糊涂嘛，没有智慧嘛。啊，恶习即业。这造的恶业将来要受恶报的，一个恶念要受一次恶报啊！什么叫一个恶念？一个念头一刹那了，一刹那还说太长了。而《圆王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弹指有六十刹那，一刹那有九百生灭，也就是有九百个念头啊。一个念头就要受一次报啊！我们人生在世，这几十年当中造多少业，怎么能不受报呢？啊，果报随着你念头的善恶，随着你念头的轻重啊，大小偏远，果报不同啊，善业善习皆果啊。这个果是讲善报啊，人天福报啊。啊，佛家讲小果啊，为善为恶逐境而生。这是讲一个人为什么会造善，为什么会造恶，遇到缘呢，这起现行啊，善恶是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储藏的种子啊。种子习气永远不会消失的啊！遇到缘它就起现行了，遇到恶缘就把自己恶习气勾引出来了，遇到善缘呢，这善的种子就起现行了。自己做不了主，自己不能控制啊。这个一般讲的是你自己没有定力，没有智慧啊。智慧是观察明了，定力呢是不受诱惑，人要到这个境界才不造业。没有这个境界，
啊，外面境界到底是是是非，是善是恶，你不能辨别清楚啊，你不知道啊。我们是凡夫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，非常之好，让我们用纯善之心来看人、看事、看物，这个好，决定的利益了。看到善人、好事，这是佛菩萨示现正面教导我们；看到恶人、恶事，这是佛菩萨示现提醒我们。我们把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都看作佛菩萨示现，我们的真诚心、恭敬心才生得起来啊。华严会上善财童子就是如此这般的教导我们。五十三位佛菩萨所示现的男女老少、各行各业，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啊。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只有这样的学习。这个学习给诸位说，决定不是勉强自己。哎呀，我要一定要这个看法了，本来如是啊，没有丝毫勉强啊。我们在大经上听佛菩萨讲这些原理原则，简单扼要啊，华严所说的事出世间一切诸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如果我们真正能对这八个字稍有领会，就能够悟到啊，华严经上所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叫我们假设你用这个看法，不是啊，是事实真相啊，啊，确确实实除自己之外啊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全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、大权实现，成就我这个凡夫啊。啊，不是说哎，你呀试试看，假设这样子，那错了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！我们这才接受啊，如来真实教诲。啊，所以我们见到善、好事、善人，勉励自己。见到恶人恶事，警策自己，则一切人事物无疑不是善知识，无疑不是佛菩萨。我们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一生当中才能圆满佛道。自己学成之后，也要示现给别人看。啊，也要给别人做一个好样子。啊，好样子，这个好
不是好坏之好，好坏之好是相对的，这个好是好坏两边都舍弃的好，真好啊！啊，所以你可以做正面的事情，也可以做反面的事情。一个目的，令众生觉悟，令众生回头。啊，这叫好样子啊！所以要记住啊，为善为恶，逐境而生。啊，境界为缘呢。觉悟的人跟迷惑的人最大的差别，就是观察境缘不一样啊。运用境缘来助修不相同，觉悟的人他善于观察境缘，利用境缘助长自己的道业。迷惑的人啊，迷在这个境缘里面造业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讲未解脱的，未解脱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呢。他为善为恶，这个善恶是相对的。啊，善世间善法，只能得人天善果，不能出离三界。恶是决定堕三恶道，三恶道是以地狱为主啊。恶鬼畜生是附属的，轮转五道，轮转是轮回，五道是不说阿修罗。单指天人鬼畜生地狱，说这个五道为什么不说修罗？楞严经上告诉我们，除了地狱道之外，其他的四道都有阿修罗。啊，阿修罗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，啊，次一等的人间阿修罗。啊，鬼里头有阿修罗，恶毒的鬼王啊，阿修罗啊，啊，畜生里头有阿修罗，啊，所以阿修罗可以不说。如果加上阿修罗一道呢，专门讲天阿修罗，啊，要不说呢，天阿修罗就归到天道一类去了。啊，所以说五道说六道啊，意思是相同的。啊，轮转五道，暂无休息，这是讲生死轮回。佛在大经上常讲生死疲劳啊，没休息啊。这你死了，那你就投胎去了，又去投生去了。啊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呢，它永远不停止。啊，所以比喻作轮转呐、啊，苦不堪言，动尽沉劫，沉淀劫。迷惑障难，啊，迷是无明烦恼。五道里面所谓是见思烦恼，啊，这是迷啊。
啊迷惑。障常讲的二障三障啊，这个三障呢，惑业苦，迷惑造业受报啊。为什么障呢？障碍你明心见性。难是讲八难呐、啊，啊，我们常说三途八难呐、啊，难是你遭难了，啊，八难里面特别。要留意的，视之变聪是八难之一。一般人以为它是好事，长寿天是八难之一。长寿天哪呢？四空天啊？为什么说四空天是遭难呢？四空天里面没有佛菩萨讲经说法。这个讲难呢、啊，这八种因缘叫盲聋喑哑，八种因缘呢、啊，是障碍你闻法的机缘啊，不容易接触佛法，没有机会学佛，这个叫遭难呐、啊，不是普通的难呐、啊，啊，没有机会学佛就遭难了。长寿天升到飞翔飞飞翔天，寿命八万大劫啊，八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接触不到佛法，你说多可惜啊。佛菩萨在这个经上赞叹我们阎浮提人呢、啊，阎浮提人虽然很容易造作一切罪业，但是也有个长处，也很容易回头，所以佛菩萨赞叹呢、啊。地藏菩萨讲啊，我们行善，极小的善事，啊，一毛一滴呀、啊，这么小的善事，佛菩萨看到都欢喜。都乐意来帮助啊，这就是这个地方众生虽造业容易回头。那么在天上，越是高层次的天越难回头啊。这个佛在经上讲呢，学佛二十种难嘛，富贵学道难，天人富贵呀，天天享福啊，享得很自在呀、啊，学佛这么辛苦啊，他不干呐、啊，啊，他不知道苦啊，啊，贫穷学道难，一天三餐饭都吃不饱。天天在挨饿的、饥饿的这个状况之下，哪有什么心情来学佛？啊，这是把天上比作富贵呀、啊，把三恶道比作贫贱呐、啊，多难呐、啊！所以人是一个叫小康之家了，哎，也不太富贵，哎，也很没挨饿。啊，这种人很容易觉悟，啊，他知道苦，啊，他容易觉悟，啊，所以这个二障三障啊，八难呢、啊，这是很不容易脱离的，啊，下
世尊在用比喻来说，如与游网，将是长流啊，拓入战除啊，又复造网。鱼比喻众生啊，六道里面这些众生呐、啊，网啊就比喻六道啊，三界六道。长流啊，比喻的造业，永远不断在造啊。啊，拓如啊，就是比喻生死轮回。正是比喻这个六道里面的众生性实无定啊，就像鱼到处游一样，没有一定的方向，没有一定的目标啊，常常啊游到网里面去了啊，这个网罗网啊，魔的罗网啊，啊，魔是什么呢？魔是折磨的意思。你的身心呢，永远在受折磨，在受摧残啊，苦不堪言啊。根本的原因，佛法当中说，爱不重啊，不生娑婆；念不移，不生净土啊。啊，那么说明六道轮回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情执，这不是好事情啊！情是什么东西呢？给诸位说，情就是智慧。觉悟了啊，它是智慧；迷了的时候啊，它就情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：“烦恼即菩提。”觉悟掉的时候啊，烦恼是菩提。迷了的时候啊，菩提是烦恼啊，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，智慧呀无量无边呐、啊，烦恼也是无量无边啊，这一迷一切迷呀、啊，把你自信里头无量无边的智慧，通通变成烦恼，变成情执。一旦觉悟之后呢，所有一切无量无边的烦恼又恢复成为无量无边的智慧，一念之间呢、啊，一定要觉啊，一定啊，要明白六道众生所讲的情，所讲的爱，它前头有个基本的原则在，性是无定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它的情无定，它的爱也无定。那今天爱了，明天不爱了；今天有情，明天无情了，不定的呀。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啊，世间人。不管怎么样跟你讲情讲义啊，讲爱，你一定要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觉悟，那什么虚情假意，可别当真啊，当真那你就受当了，上当啊，上什么当呢？生死轮回啊，不是真的啊。那个真的爱啊，真的情跟诸位讲啊，
佛菩萨才有，永远不变。啊，因为佛菩萨的性识是定的，凡夫众生性识是不定的。啊，所以佛菩萨那个情，真的情，真的爱，他不用这个情跟爱的名词，他用慈用悲。啊，慈悲就是真情真爱啊，永远不变啊。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，我们要学佛菩萨，对一切众生真正有情，真正爱护，永恒不变啊。那么这就是佛经上讲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可以多说几句啊，这是佛在一切经里面，可以说49年佛常说，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。目的都是提醒我们，佛当年讲经说法，天天有新来的听众，佛很慈悲，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有一个人新来的，这个重要的开示没有听到，佛都要重复说一遍。你设了自信，心性不定，这个里面生出来的情与爱是短暂的，是很容易生变化的，决定不是真的。我们必须要学佛，佛的情佛的爱是真的，永恒不变的，而且他这个情与爱啊是清净的，一尘不染的，是平等的，不是对这个人爱，对那个人讨厌，没有，尽虚空变法界啊，对佛菩萨敬爱，对地狱魔鬼畜生也敬爱，这个敬爱一定是平等的，不会说对佛菩萨多一分，对那个畜生少一分，绝对没有这个现象啊！为什么呢？他这个大爱呀，是从自性里面呢流露出来的，是真心里面本具的德能啊！啊，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上讲，清净平等觉啊！啊，他的慈悲，他的大爱呀、啊，与清净平等觉决定相应。如果与清净平等觉不相应，那就是摄心无定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意摄心做主。啊，我们凡夫用心一时，心一时不定啊。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。啊，所以一切六道众生不能够脱离生死轮回，主要的原因在此地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我们这一生念佛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常常讲啊，要看破要放下了。这是放下里的第一条啊，要把世间的虚情假意放下，彻底放下。
下之后提起诸佛菩萨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放得下提得起啊。提起诸佛菩萨的大爱啊，你能够舍己为人啊，什么都能牺牲啊，什么都能舍弃啊，为利益一切众生，这就效法地藏菩萨了。请看经文，是一世等辈无当忧念呐。世尊呢，所忧念的，就是这段事情。你看，世尊心里头没有忧念别的啊，忧念呢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最苦的众生呢，他不对某一个人呢。这前面我们看到，摩耶夫人，他还好像表示有一点情执啊，特别了留念这个阎浮提众生啊。而地藏菩萨给他说法的时候，那个心量就广大了啊，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。摩耶夫人做的对不对呢？对。那做的怎么对呢？我们帮助众生从近处帮助起啊，那不能说近处的不顾啊，就顾远处的，没这个道理啊，不合理啊，不合法了啊。帮助人一定要从近处，由近及远呢 啊哪些是近处呢？你的家人最近处啊，要度众生先度自己家里人啊。家里人为什么度不了啊？是自己没做好啊，自己做得不如法了，你家里人不相信啊。你自己做得如法，你家里人对你生恭敬心啊，佩服你啊，愿意跟你学啊，听你的话了。所以你自己要做得如法啊，自己要做出一个好样子来啊，给家人看啊，然后是做出给你的亲戚朋友你所认识的人看啊，逐渐逐渐呢把这个面扩大了啊。摩耶夫人是教我们这个度众生的技巧啊。啊，佛菩萨是从整个面来跟我们讲啊，全都是善知识啊，都是为了教导我们啊而做种种事情啊，他们表演给我们看的啊。所以实在讲，如何能把佛法发扬光大，令一切众生欢喜接受呢？你看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这是最好的剧本啊，可以把它搬上舞台啊，把它做成电视连续剧啊，把它拍成电影，没有一个不喜欢，没有一个不爱好嘛。善巧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，可是要做这桩事情，实在讲是应当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啊。那编剧的人、导演的人、演员先要到讲堂来上课啊，我们把这个经从头到尾通通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大家都发心做地藏菩萨，大家都发心呢来建立地藏的事业，然后这个片子一定成功啊，才能拍得成功啊。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佛教的一些电影啊，这个连续剧我看看都不甚理想啊，
什么原因呢？导演演员不懂佛法啊，所以这个效果当然就差很多了。所以一定要演员呢，导演真正懂得教义啊，深解意趣啊，那他们写的剧本啊，演练的技巧，才能展现出高度的智慧啊，才能真正的做到善巧方便。我们有这个心呢，也有这个愿呢，语言不具足啊，今天没有一批这些电影电视的演员导演来跟到我们一起来学佛，现在还做不到这个啊。如果有这么一批人因缘成熟了，众生有大福报啊，全世界的众生都有大福报啊！啊，整部的《华严经》都可以搬上舞台啊！啊，你们这个《华严经》，我们虽然没讲多少，才讲一点点，你们听起来都很有味道啊！啊，样样都可以搬上舞台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样样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，做出榜样。啊，所以学佛菩萨就是学表演呐，那我们没有走上这些演员的舞台啊，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舞台当中啊，要懂得自己怎么好，怎样把这一出戏演好啊，让这一切未解脱的众生看到这出戏啊，他能有感悟啊，他会感动啊，他会觉悟啊，就达到弘法利生的目的了。所以我们看看佛又念的是什么啊，我们今天又念的是什么啊，我们又念的错了，假的，我们又念的是自己一生呢，身家性命，假的不是真的，生是无常的，身外之物啊，更是不可得。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明了事实真相。诸佛菩萨一切真实，我们要深信不疑，认真地学习依教奉行。再看后面这一句，说如既彼世往愿，累劫众世，广度罪辈，无复何虑了。世尊听到地藏菩萨的报告也非常欢喜啊，说你既然彼世往愿，地藏菩萨发度众生的愿不是在今天的，无量劫前他就发了这个愿了，生生世世实践他的愿望，而且多次重发啊，像我们每一天呢念这个四弘誓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我们是天天念四弘誓愿，不是发了，如果真发了那还得了啊，这个愿如果真发了，你就不是凡夫了。
啊，不是凡夫是什么呢？你是发心住的菩萨。啊，那我们看看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发心住的菩萨是什么地位？圆教初住，你已经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这个四弘誓愿呢，真法了就超越了。啊，不但不在六道里面，你也不在十法界里面。啊，一法就超越。啊，天天念不行的，念不能超越，要真法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仔细观察，四弘誓愿是不是地藏本愿呢？是啊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那么今天在忉利天宫，地藏菩萨又发愿了，接收世尊的佛陀，啊，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。这是世尊在此地，这个话也是赞叹他的。啊，累劫众事。啊，这个字念众行，念虫也行，都讲得通。啊，众事他发的誓愿很重，虫事他多次发这个誓愿。啊，两种读音，两种意思都讲得通。啊，这个佛看到他们直下承当，啊，也就很安慰了，啊，没有再顾虑，没有再牵挂的了。其实全是表演给我们看的，啊，诸位要晓得，释迦牟尼佛也化身做地藏菩萨了，啊，为什么不用佛身来出现在这个世间继续跟我们说法呢？不行，这些众生呢性实无定，如果要看佛久住世间呢，诸位要晓得这个众生呢懈怠懒散了，不要紧嘛，今天不听经，明天他还讲呢，今年不学，过两年再学不迟嘛，他老在讲嘛。如果说是啊，这个佛马上要灭度了，这下慌张了，哎，赶快学，不学说不学机会没有了，哎，他就紧张了。所以佛事先灭度，事先注释都是善巧方便，我们懂这个意思，求学也佛如是。我过去在台中求学，时间短，我得的利益呢比一般同学多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是外地去的，到台中做客，时间很短呢，赶快学，认真的学，不定哪一天机会没有了。啊，住在台中市的人，他没有这个观念。李老师常住在台中市，今年不成还有明年，明年不成还有后年，那个心呢永远是懒散的，啊，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也没学成，啊，李老师在台中住了38年了，这心情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做客这个心情是很紧张的，是要把这个机会呀，好好的抓住的，啊，知道机会一失掉，就不容易再得到。啊，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，啊，以佛的身份出现也是这个意思，啊，不能常住啊，常住众生往后就懈怠了，佛的教学就不灵了。啊，所以不能事先常住。
请看底下这一段经文啊，这一段经文世尊跟这个地藏菩萨这一问一答啊，这旁边又插了一位菩萨进来，说是御史，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，这些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啊，都不是普通菩萨，名定自在王啊，从他这个名号我们就晓得啊，他在禅定里面得大自在啊。啊，佛法里面常讲若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白佛言世尊，地藏菩萨累劫以来过法何愿？今蒙世尊殷勤赞叹，唯愿世尊乐而说之。世尊在大会里面赞叹地藏菩萨啊，定自在王菩萨哪有不清楚的道理，明知故问啊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一会集结的这个经藏啊，一定会传至久远，没有参加这一会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对菩萨的态度，对菩萨的赞叹，总不免呢疑惑啊，菩萨究竟有哪些愿、哪些德行，值得世尊这样的赞叹？可是不参加法会的人呢，到哪里去问呢？啊，以后纵然得知这些讯息，没地方问呐。定自在王菩萨慈悲也，他知道，他代我们发问，让世尊呢来给我们说明，断除我们的疑惑。啊，所以这种发问在佛经里面叫力要有情问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。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没有疑惑，但是想到别人有疑惑也要发问啊，尤其是现代我们利用科技的方法啊，讲经讲演都录像录音流通啊，所以观听呢不一定是在现场，可能现场以外观听的人更多啊，无法统计。那么他们有疑问到哪里去问？所以这个力要有情的发问呢，我们应当要学习。请看经文，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，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菩萨发问，世尊一定解答，而且世尊知道。啊，这个解答可以利益许许多多、无量无边的没在现场的大众。啊，在未开示之前，这几句话
戒劝菩萨实在家，就是戒劝我们现前大众啊，要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，这八个字重要啊。我们能不能听懂佛的意思，关键就在这八个字。开经偈里面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如果没有这八个字，你就很难解如来真实义啊。谛是什么呢？谛是真诚，用真诚心来听啊。什么叫真诚？利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叫谛听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听法的时候心里头不许可有一个妄念啊，这个叫谛听啊。善思念之啊，善思就是悟处啊，听了之后有悟处啊。我们佛家讲呢，开悟了，闻法开悟啊。你看谛听才能开悟啊，悟了之后啊要念之，念是心啊，念之在之啊。啊，八个字里面呢，性愿行都包括了，都在其中了。这个是闻法必须要具备的心态啊，没有这个心，没有这种态度，那真是说是闻所未闻啊，闻而无闻啊。这个闻法等于没有听到，那就空过了。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若由他不可说偈，这是先说地藏菩萨往昔之事。啊，为我们介绍这尊菩萨，让我们认识地藏菩萨啊，了解地藏菩萨，然后我们才相信他，我们才愿意跟他学习啊。啊，那么这是要说明地藏菩萨了过去修学的因缘了。无量界中地藏菩萨的事迹永远说不尽的，只能在这一切事迹里面呢略举几个例子啊。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地藏菩萨最初发心的一个例子，这个时间太久太久了啊。我们今天习惯上讲啊，天文数字是有佛在那个时代，这久远劫之前啊，那个时代啊，有一尊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，下面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四佛世尊。那么这个十个称号在佛家呢说是诸佛的通号啊，这十个称号啊显示佛
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，啊，成了佛，这是正果，那个智慧德能无量无边，也是称赞宣说不尽呐。那么佛将果地上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归纳十大类，用这十个称号来表示。啊，那么这十个称号我们略略的说一说。啊，一切智成就是佛的别号。啊，一切智慧也成就了。从如来往下这十个通号。每一尊佛都有这十个名号，啊，这个是诸位同修要记住的，要晓得，啊，不要产生误会，因为有很多人说佛哪个佛最大了，如来佛最大，啊，这都是一个错误观念，小说看多了，啊，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。每一尊佛都称如来，啊，所以如来是通号，啊，如来怎么讲法呢？最简单的一个说法，今佛如古佛之再来，所以叫如来。佛佛道同啊，成了佛，样样都平等，啊，完全相同。菩萨跟菩萨不见得相同，不会完全相同，佛跟佛是完全相同，啊，所以说是今佛就如古佛再来啊。那个意思要说深一点呢，金刚经上有个解释，如来者诸法如意，这个解释好啊。啊，这诸法如意，这个如是说，如就是真如本性，所有一切诸法了，跟真如本性通通相应，这叫如来。啊，这个意思说的非常非常的圆满。啊，从理上讲的，啊，说如古佛之再来是从事上讲的。啊，那么其余意思还很多，我们就省略了。啊，应供，供是供养。啊，佛是一切人中真实、究竟、圆满的善人呐，究竟圆满、大智慧呀、大德能之人。是我们的好榜样、好老师啊，应当接受我们供养啊，我们供养他这有福报啊，所以应供啊，应当接受人天的供养啊。第三个通号呢，正辩知啊，知无所不知，叫遍的遍是普遍的，没有一样他不知道的。不但遍知，而且正确的遍知，他所知道的没有丝毫错误啊！啊，那佛所讲的一切经法，哪里会有错误呢？啊，如果要有错误，大概都是被后人依自己的意思改动，那就产生错误了。啊，所以经典流传到今天，几千年来，通过翻译，古时候这个手抄本，难免没有抄错的字，难免没有漏错的句子。啊，我们现在从事这个工作都知道啊，很困难的事情啊。
然发现到经典里面啊，这个字可能不大对，有错误啊，这个地方有问题，决定不能改动。如果你发现了，可以住在旁边啊，用小柱住在旁边，原文不能更动啊。什么道理呢？我觉得这里不对，我改一下，你觉得那里不对也改一下，那好了，再过个几十年呢，这个经典面目全非了，这简直就不能读了啊。所以纵然有错误不可以改，注明你看古来大德这个样子就做得很好啊。他们发现有错字，这个字可能是什么样的字，或者应当做什么样的字，他住在旁边不改动本文啊，使这个原来的面目永远保持下去，立业后学啊，这是对历史对众生呢负责任的做法啊，我们应当要学习啊，这正辩智啊。世间人一般宗教徒赞美上帝全知全能，正辩智就是全知全能。实在讲，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，佛才是全知全能啊。佛是谁呢？佛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啊，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呢是真正的全知全能啊，因为尽虚空变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啊，他哪有不知哪有不能的啊，所以这是很合理的说法。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透露出来了，完全显示出来了，那对于整个的宇宙过去未来确确实实是真辩智，那都不是假的。明行足，足是圆满，明是代表智慧，行是代表修学啊，两样都圆满了啊。这是用佛法名词来讲，性修圆满啊，名是自信的般若智慧嘛，性德，行是修德。没有圆满的时候成菩萨了，圆满就成佛了啊。那么也可以看作解行的圆满啊，明是解啊，这个行是修行啊，解行的圆满。善施这一句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无住涅槃啊，无住涅槃确实是善施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个善啊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这才叫善。凡夫住生死不善啊，死了再投胎啊，不善。二乘住涅槃也不善，堕无为坑不起作用啊。佛与大菩萨善啊，生死涅槃两边不住，这才叫真正叫善事啊！不住涅槃呢，
所以他随类化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现什么身，不住生死，虽度众生，虽然化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，一尘不染啊，心里面干干净净的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啊，也就是讲呢，不但是于四相上不执着，心理上都不落痕迹啊，这个就是不住生死。诸位要知道，不住生死就是住涅槃，不住涅槃就是住生死啊，他两边都不住，两边圆融了，叫真正叫大涅槃啊，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啊。大涅槃是生死涅槃，两边都不住啊。啊，世间劫，这个世间规模小的六道，再扩展一点的是法界，再放大一点的是出世间，就尽虚空变法界，佛都知道啊，没有一样他不了解啊，所以称之为世间劫。无上士，士现在人讲的知识分子，古时候讲读书人呐，读书明理呀，读书人里面最高最上的，没有比他更高更上的啊，今天讲知识分子里，他是达到登峰造极，没有比他更高的了。调御丈夫这个名号，是从他教化众生善巧方便上建立的。佛有智慧，有能力，有善巧，能调伏众生的心。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这就好像驾驭啊，丈夫所谓是大丈夫啊，大丈夫的意思跟英雄两个字的意思完全相同，别人做不到啊，他能做到啊，这称大丈夫啊。他是调御丈夫，能够调和九法界众生，帮助他们觉悟，帮助他们断烦恼，帮助他们了生死、出三界、成佛做主啊，佛有这种能力啊，啊，这是由德能上建立的啊，天人师啊，师是师范。一切诸天，说一个天，说一个人，把六道十法界都包括了啊，他是六道一切众生十法界一切有情的表率模范啊。佛这个字大家都清楚都明了啊，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啊，它的意思是觉悟，里面包含自觉觉他啊，自己觉悟，帮助别人觉悟，觉心圆满啊，只求自觉不帮助别人，这是小乘阿罗汉，自己觉悟也帮助别人觉悟，这是菩萨。如果自觉觉他都圆满了，这就叫佛啊，就是佛的意思。
那么圆满怎么算圆满啊？菩萨说是自觉可以圆满了，但是觉他那还有许多众生都没得度啊，他怎么圆满呢？这个圆满诸位要懂得，菩萨觉他还是帮助自己觉悟啊。我们常讲啊，老师教学生啊，教学相长啊。啊，什么时候圆满呢？在教学当中，我们自己修学时间虽然不长啊，十几年几十年当中一定有体会，啊，我们得到一些学生，得到一些来问难的人，对我们的帮助很多很多，啊，有一些重大的问题别人不问，根本没想到，这他一问呢，我们才想到了，哎，看看自己有没有智慧，有智慧能解答，没有智慧还要赶紧去找资料啊，去向别人请教啊，啊，帮助自己啊。所以教学确实相长啊。菩萨他要断见思烦恼，要断尘沙烦恼，要破根本无明，不借重一切众生的帮助，他也没办法啊。所以他在教学当中，一切大众帮助他开智慧，帮助他断烦恼，他才能证得无上菩提，这就叫圆满啊。他自己圆满了，才能够圆满度一切众生啊。众生得度要靠缘分啊，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啊。那么这个圆满在度众生来讲的时候，他有能力度等觉众生，这叫圆满。那他成佛了吗？那菩萨不能叫圆满。我说等觉菩萨你可以度十地以下的，不能度等觉，那度众生不圆满啊，就化他不圆满。成佛了是一切众生他都有能力教导，这叫圆满。这个觉行圆满是这个意思啊，有能力度等觉众生啊，那就无所不度了。这度众生圆满是这个讲法。世尊具足前面这十个号，十种德号，这就称之为世尊，世出世间人都尊重他啊，都尊敬他。他有这样的智慧的能呢，啊，所以称之为世尊啊。就像我们现在客气尊称别人尊敬的啊，这个尊呢就是尊敬的啊。那加个世尊呢，就是一切世间所尊敬的啊。这个意思就很广很深了。七佛寿命六万劫，这在那个时代啊，佛的寿长，那个时代的人民寿也长，佛所实现的寿命一定跟大众是一样的啊。像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啊，他老人家实现是79岁圆寂的啊。我们习惯上讲啊，佛住世80年，实际上79岁啊。说80年呢，我们中国人讲虚岁啊，80岁啊，哎，这个住世80年呢，讲经说法49年啊。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事先跟我们这个世间人寿命
差不多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一切之成就，如来啊，他那个时候众生福报大了，寿命长了。哎，从这里看得出他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个时代啊，众生的福报很大。未出家时，为小国王，欲以邻国王为友，同行十善，饶益众生。啊，那么这样叙说，一切智成就如来。啊，这一尊佛在没出家的时候，哦，这个时间不太久了，啊，他已经成佛了嘛？成佛一般讲修行，凡夫修成佛，很长很长的时间。啊，这要讲他九缘界因地的事情。啊，他是一个小国王，与邻国王为友，这两个国王，啊，邻国都非常难得，都是很好的国王。啊，同行十善，饶益众生。啊，他们用什么方法治国呢？用十善业道来治国，啊，这个非常难得。啊，饶益亦是利益。啊，过往念念都是希望人民的生活能过得好。啊，人民真正能得利益，啊，过得很幸福很美满。饶是丰饶，不但利，而且能得到很丰富啊，无论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上都能够达到满足啊，这才叫饶益啊。啊，可见的国王的心非常之善。说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。啊，邻国是与他交界的其他的国家，里面的人民啊造作恶业了。啊，他们这个两个国好啊，这两个地区好啊。啊，国王教得好啊，所以古时候这个国王，你看儒家的标准是三条啊。啊，坐之君，这君是君王，你是国家的领导人呐。啊，坐之亲，啊，领导人是人民的父母啊，要以父母爱护儿女这一种心对待全国的人民啊，爱民如子啊，你要保护他，你要养育他了，还要做之师，你是人民的老师，人民的表率，人民的楷模。啊，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啊，让全国人民真正享到福报。享谁的福？领导人的福啊，他教得好啊，都是讲的示范的。你看从前帝王居住的处所叫京师，京是大的意思，师是示范的，模范的城市。啊，全国城市以他做榜样，以他做模范，叫师啊。名称多好啊，用意多善啊，
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轻小看了从前帝王专制啊，你小看是错误啊。今天我们到北京皇宫里面去看看，啊，你看皇宫里面的办事的处所，这办事叫大殿，啊，大殿就是帝王开会呀、集会办公场所啊，啊，场所叫什么？太和殿。啊，太和殿后面中和殿，在后面这三个最主要的建筑物，保和殿、太和、中和、保和，他用的是什么心？他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全国人民啊？用和啊，上下和睦啊，全国一团和气，这个国家哪有不兴旺的道理？啊，我们佛家讲六和，他讲三和。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是叫我们以和为贵也，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这是真正的这个圣主贤王啊。如果他这个接班的人，后裔都能够遵守这个原则，这个朝代会永远传下去，哪里会灭亡的道理？啊，后代的人不遵守，为非作歹，这个国家就亡国了，政权就会丧失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这两个国王好，所以他们的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好，但是看看外面其他的国家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人民造恶造罪也，造罪当然要受报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